kids, get the popcorn out. Let me tell you the story of the space Viking, Thor Odinson. He was no ordinary man. He was a god. After saving planet Earth for the 500th time, Thor set off on a new journey. Well, he got in shape. He went from dad bod to god bod. And after all that, Mjolnir, he reclaimed his title as the one and only Thor. Oh, spoke too soon. Jane? The old ex-girlfriend. What's it been like? 3, 4 years? 8 years, 7 months and 6 days, give or take. Am I sensing feelings? Well, you're right. The only ones who gods care about is themselves. So this is my vow. All gods will die.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was very, very impressive what you did back there. It's just my first bad guy. You never forget your first. You are not like the other gods of Kiln. You have something worth fighting for. Let's see who you are. I take off your disguise. And flip! Oh. You flip too hard, damn it! Should we help him? I mean, eventually. Grape.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漫放毒社。在漫威这次全新发布的《雷神4：爱与雷霆》正式预告中，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屠神者格尔的真实面目。他将在雷神找到他之前，杀害漫威宇宙中大部分的神明。下面我将从预告片的开头开始，解析每一个镜头背后所隐藏的彩蛋和剧情。在预告的开始，石头人寇格在和一群孩子讲述雷神的生活事迹，而旁边的这些小孩应该是蓝色外星种族的分支，他们很可能是来自半人马座。在漫威宇宙中，除了来自半人马座的克里人外，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蓝色外星人并不多，而来自半人马座的永渡，他的种族也是我们已知的另一种蓝色皮肤的外星人。在开头，托尔还穿着全新的服装坐在一棵大树下，思考着应该如何更和平地度过他的人生。不过因为屠神者格尔的所作所为，他被迫回到了新阿斯加德。有趣的是，漫威这回透露了他是第一次知道简·福斯特版本的女雷神，他也很高兴看到复原后的雷神之锤，而且他还戴上了全新的头盔。鉴于我们在之前的预告中看到了他几套不同的战衣，所以这套蓝色的战衣应该是他所得到的一个升级版本。而托尔在这里所穿的夹克看起来就像是80年代埃里克·马斯特森版雷神的掠夺者服装，所以当托尔穿着这件夹克的时候，粉丝们也称他为掠夺者雷神。当我们在预告片中看到年轻版的托尔时，他穿着雷神经典漫画里的金色靴子，然后当他把锤子砸下来后，他的服装得到了第二次升级，就像我们曾在雷神3诸神黄昏中看到的那样，他通过锤子的魔法换了一套有毛皮的战衣。然后在他回到新阿斯加德第一次见到女雷神简·福斯特时，他穿着第三次升级版的符文王雷神战衣，这会是雷神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衣版本。其中他所带着的一个有翅膀的头盔是源于漫画里的一个大彩蛋，漫威还在这里玩起了复联4终极之战里的一个玩笑。当时我们以为托尔会拿起锤子，但却被美国队长夺走了，只不过这次是换成简·福斯特拿走了锤子。 He reclaimed his title as the one and only Thor. Oh, spoke too soon. Jane?漫威这次根本就没有调整简·福斯特的声音，他仍然还是和之前在其他的雷神电影里那样说话。其中托尔提到已经8年多没见过他了，他这其实是从雷神2黑暗世界那时算起的。不过在复联4终极之战里的时空穿梭期间，那应该是托尔最近一次见到他。而预告中说托尔保卫了地球500回并不是一个谎言，因为托尔已经超过1500岁了，所以在现代的漫威电影系列开始之前，他已经多次造访过地球。这次的预告里还出现了一个更长版本的减肥镜头，在其中的几个锻炼场景中，他减掉了复联4终极之战里那种肥胖的体态，
而背景里的歌曲也与第一支预告片里枪炮与玫瑰乐队的《我的甜心宝贝》是同一个版本。因为这是一部追求80年代复古风格的电影，所以漫威使用的都是80年代的音乐。这是托尔在电影中会穿着80年代埃里克·马斯特森版《掠夺者雷神》服装的原因。当托尔回到新阿斯加德时，他身后这些在搞破坏的人是独生者格尔的仆从。不过这里比较奇怪的是，当镜头在揭露了简·福斯特是女雷神后，托尔从旧版本的升级战衣瞬间变成了蓝金相间的符文王雷神战衣。例如当他在预告片中喊出了简的名字时，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穿上了蓝金相间的战衣。所以这里肯定有一些缺失的片段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使得托尔再次升级了他的战衣，并获得了更多的力量。而他们身后这些被破坏被燃烧的建筑揭示了他们位于新阿斯加德。然后我们看到了女武神的一个版本，她在天空中骑着双翼飞马。这里有粉丝问漫威是否会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复活女武神，漫威表示这是有可能的。他们还说当瓦尔基里成为新阿斯加德的国王时，他们也给了他一些额外的力量。而在预告片的最后，我们看到他在与格尔的战斗中使用了宙斯的闪电，不过这个我要在后面一起解释。在预告片里，托尔还对简开玩笑说莫忘第一位啊，他这其实是在谈论简·福斯特是他第一个爱上的人，老粉肯定都知道他在这里想表达什么。然后有一个简·福斯特坠落到地下大厅里的场景，而周围这些巨大的头颅看起来像是一群刚刚死去的神。我认为这是漫威电影宇宙中另一个神明的力量之地。在放大之后，你可以在简·福斯特身后看到带着头部的雕像，这很可能就是指代生命法庭。我们之前在奇异博士电影中也看到过，它是一个在不同宇宙序列中穿梭的实体，所以这个地方会对多元宇宙有重大的意义。这次与奥林匹斯山有关的场景也出现了很多，奥林匹斯山的存在方式就和新阿斯加德一样，似乎必须穿越到另一颗行星才能抵达。然后我们看到了穿着盔甲的女武神出现在了这个满是彩色垃圾的星球上，她似乎和穿着掠夺者服装的雷神以及银河护卫队一起刚刚经历了一番战斗。在托尔与星爵关于寻找到所爱之人的有趣对话中，很多人都怀疑这里是否缺失了一个角色。目前漫威已经确认了女武神会在这里，她在试图让雷神回到新阿斯加德。然后出现了一个笼子的场景，你可以看到托尔的一个版本就在里面，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格尔用来杀死其他神明的小行星，他好像是把雷神困在这里等着杀死他。然后他们终于揭露了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屠生者格尔，我们将在电影中看到他的 CG 特效版本以及他的黑死剑。有很多人问黑死剑会不会像漫画一样会不会没有背景故事，因为在漫画中黑死剑就是共生体诞生之前的原始共生体，最终成为了漫画中毒液和共生体之神纳尔的彩蛋。但我不希望漫威会启用纳尔一角，所以我认为这会是黑死剑的一个版本，他到最后也可能只是一件宇宙神器，给了格尔杀死众神所需的力量。令人惊讶的是漫威这次没有把格尔画得像漫画里那样，他们反而把他的脸弄得有点像克里斯蒂安贝尔的脸。格尔本应该是银河系中其他种族的一员，他在这支预告中的很多剧情都是来源于他在漫画里的故事，里面讲的也相当真实。他的家人都死得毫无意义，当他得知自己民族的神是真实存在但并不会来保护自己的子民时，他才了解到漫威宇宙中的大多数神都很懒，不会真正参与人类的事物，不关心他们的信仰者。所以当他找到黑死剑后，他开始寻找杀死他们的方法。他在月光骑士剧中也被简短地提及过，里面说他们万神殿中有两个神失踪的，是被格尔杀了。所以在月光骑士的结局中应该是有一个谈论屠生者格尔的场景被删除了。这主要是漫威当时也不确定雷神4会在什么时候上映，所以漫威才决定删除这些场景。你还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当你看到很多与格尔相关的场景时，漫威把所有的颜色都抹光了，比如雷神、女武神和简·福斯特在与他战斗的时候，除了他们的武器外几乎没有任何颜色。可能这和他从黑死剑中获得的力量有关，可能是剑的某些东西让现实失去了色彩。而托尔在这里所望着的巨大老鼠其实是他在漫画里的一个神明朋友，因为在漫画中他目睹了格尔所做的一切，所以他这是在了解屠生者格尔究竟干了什么。这就像漫画里的情节一样，当雷神第一次知道屠生者格尔的时候，格尔已经忙着杀了很久的神。还有很多简·福斯特变身成为女雷神大战宙斯手下的场景，好像这是众神会议上的一场巨大竞赛。在漫画中这些人被统称为神头，神头是指漫威宇宙中所有最强大神明的集合。而我们在前不久的剧照中还看到了黑霸女神巴斯特，这里的一幕似乎会发生在一个巨大的竞技场中，所有的神明都聚集在这里，而在他们搭建的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宙斯让雷神全裸的有趣时刻，这可能会发生在格尔出现并杀死一群神之前。
这个竞技场到时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杀戮箱。漫威之所以要把这些神聚集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让格尔更容易杀死他们才做的。在雷神全裸的后背上有一个全新的纹身，我觉得纹身的意义是为了纪念他的过去，是指在他身上的一些伟大事情他参加过。我们能看到他背上的纹身中出现的洛基犄角的一个版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洛基或者洛基系列中的洛基变体再次见到雷神托尔时会有什么感觉。比如说你咋在背上纹了一个我的纹身哦，这是爱吗？预告的最后还有一个关于黑死剑力量的简短预告，在格尔将他撞向这个星球后，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能量从剑身周围呈弧状发散出来，他们最后也与格尔展开了一场巨大的战斗。而女武神瓦尔基里之所以使用的宙斯的闪电，我想是因为宙斯可能在电影中被杀了，由于漫威想在格尔出现之前逗逗我们，所以他们在前面用了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刻画宙斯。而漫威似乎还在这里开了一个神奇女侠的玩笑，当托尔挥舞着绳索时，就像神奇女侠的真言套索那样充满了能量。虽然这次的预告只有一点点关于银河护卫队的镜头，但总的来说，这支预告片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整部电影的剧情，其中有很多地方都是与屠神者格尔有关，还结合了漫画中很多强大的雷神故事，而且里面的简·福斯特还成为了女雷神的一个版本。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见。